你听，你听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哎，哎，你就接吧，你要是不接，他一会儿还得打。不是你刚才没听到啊？这拿起来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顿骂，谁敢接啊？哎，听牌了，听牌了啊！哎，不是啊，是你女婿打的。女婿？啊？哟，不胡牌，不胡牌，不胡牌了啊！哎。哎，温总啊！哎，你好，你好，都是我没接着。所有的经过就是这样，我真的没想瞒您的，只是事情发展的越来越复杂了。这么说，你真的爱上温家那位了？除了您，他是最在乎我的一个人，而且他跟一般的有钱人真的不一样。那你姐怎么办？现在名义上他还是你姐的未婚夫啊。我姐跟我说了。他说让我再瞒一个月，到时候他就会把事情的所有真相都公之于众。妈，你会理解我的对吧？我理解你个鬼啊！我当初就是上了有钱人当，要不是以前嫁给袁家时，能有那么多麻烦事吗？大女儿逃跑，小女儿顶包，还不都是钱惹出来的祸呀？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。有啊，你以前放的那个叫什么《狸猫换太子》，演的不就是这一出吗？袁月月，你给我闭嘴！那个妈，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。温敬臣想来拜访您，您看您哪天方便啊？哪天都不方便。真的吗？我就知道你会同意的。您太好了，谢谢妈，拜拜。